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橘子。今天弟弟在娘家弄那个草棚啊，之前一直没有动工，是因为我们这里老是隔三差五下雨，那个谷草没有干，就一直没有弄。刚好今天大太阳，然后就多请了一个人，争取今天把那个草棚搭好啊。我也一直没有上去看一下，我今天上去看一下弄得怎么样了。刚好也好久没有回娘家了。今天这个天气好好呀，马上我们这个路也要打通了，心情更好了，终于不用在那里放一放的坐碰碰车了啊！马上要去到你们那了的啊！哇塞，蓝天白云，好久没看这样天气了、啊，就是都有小半个月了没看到那种天气了。这个路这样弄了，马上就要打了啊！很有可能都要打到那地下来了的啊！哦呀，天哪，天哪，好高起来了！这基本上打到六层边啊！耶，这是冒烟了，这是反了还。然后那个草棚就搭到这里的啊，弟弟都在做中午饭了。哇，那个葡萄还是没地方干的嘛。东哥，稍等一下，我问一下。好的。东哥，我要带个菜的。嗯。火锅店里面，那你去买那个哟。哎，直接煮鱼的。嗯。要自己带菜哦。嗯。我就是想喊带点那个的。带点什么？你不晓得吗？这是弟弟自己他们卖的那个火锅，哦，火锅料。哦，你这边拿过来的哦。嗯，好高兴啊。嗯。你这个东西哪里用啊？农家的。啊？农家给上面。哦，那是你们咯。嗯。哎，你们还晓得啊？专业打棚棚的。你明天晓得到爸爸。欢迎来到直播间啊！我怎么打起这里的？我舅公公种的菜都长得好好呀，这个莲花白、水白菜呀、葱葱蒜苗这些。这个什么农村水用的？你一天闲不住。天嘞！你说嘴巴小还是干啥子嘛？啊？那就多。够了够了，今天吃火锅弄了一点素菜啊，烫着吃。老也吃火锅。哎，这个老朽味。拿不拿吧？哎呀，我不想搞。哎呀，哎呀，追啥子？这个肉好大吗？腊肉。半年了，半年了，半年了。我再给你看还有个硬货。半年了是吗？啥子硬货？你最喜欢吃的？夏天那些你可能得一个人都火锅几杯。哇，香肠啊！香肠。哦哟，这个才昨天吃的硬香肠那个，就我煮那灌香肠好吃嘛。嗯。就我灌香肠特别好吃，我觉得。我也觉得。今天这个还就我多灌点。嗯。吃来感觉就像过年一样，家里面这么热闹啊，在厨房里一起在厨房里面帮忙做饭。你爸和你妈他们为啥子？晓得嘛？晓得爸爸和。好辛苦啊！这是农家啊！好辛苦啊！你看这个。搞忘记多少啊？哎呀！Thank you.
吃饭喽。好，一个素菜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吃饭了啊！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里，拜拜。你上来就吃饭了是吗？今天的火锅鱼味道非常好啊。还没人陪他喝嘛？吃了。